不是说会一直在我身边吗？在，直到你不需要我的那一天。世界上真的会有挺身而出的人。最近好像恋爱了。你名字真好听。你不能谈恋爱，他会伤害你的，你忘了吗？你只是站在那里，你什么都不做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能走出来吗？你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。是不是没用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，也不是得有人比你幸运。是时候可以把伞交给别人了。